你好，你有一封新的邮件。我在国内有更值得珍惜的东西。你好，你有一封新的邮件。我在国内有更值得珍惜的东西。问华小姐姐说，那个实验室可能会找到解决部分的办法。所以我要去那里访学。是人类经处在一片无法世界的黑暗之中，消灭人类到更。是时候把地球还给植物了。庄教授拒绝全球植物学会的邀请，否则如果他要是没认识我的话，好久不见。